你们两个 PK 一下，你久吗？你们大概聊一下，就是我很不久。他说他很不久，你很不久在这里。好，像就是这两个久的。我这个久要怎么问呢？讨论一下，是学生时期的事吗？学生时期的事情到出社会。OK， 是这个 level 的。那你到现在 NG？ 我几乎是这辈子。哇！怪物新人被丧尸大军入侵，你觉得你可以存活几分钟？你感觉很快就死了。你摇头，快起来，摇头。超快死。你很快死掉吗？我这，你很快死。那你感觉无战斗能力？我觉得我撑了一下子。你可以撑一下子。我觉得我撑。你一定可以撑一下子。因为你对你真的是找死。因为我想加入他们。我真的，你不想要继续抗争了？真的太累了。